两栖登陆超野，车抛锚，挺门秀逗，好尴尬。三、两、幺，发射！国军年度汉光演习昨天在屏东县枋山乡加鹿港海边进行两栖登陆作战操演。由于前一天海军才发生舰炮无法发射的窘状，昨天演习全员都很卖力，想要血池，不料这艘机械登陆艇抢滩后迅速的卸下装载的车辆，只是要关起闸门时，尴尬的事发生了。不但如此，还有民众投诉有 LVTP5 两栖登陆甲车抛锚在海上，靠力量车帮忙才拖上岸。看完了两栖登陆，咱们来看看反空降。新竹空军基地因为地面风速过高，超过空降作战标准，无法进行空降，200名伞兵只能搭运输机返回屏东基地，地面部队也只好照表操课，以优势兵力驱除不存在的敌方伞兵。操演中，这名金石的女士官长蔡秀琪，37岁的她可还是两个孩子的妈，但她的体能却是空军去年三项体能满百的士官之一。弟兄不会跟我尬体能，但是反而是会想要追上我。那我也跟他们说，只要追上我的，我一定请吃饭。动新闻综合报道。